是没有用的。老师，请你把它的原始码打开来，这个是它的原始码，然后你要找到开始查询这个按钮。开始查询这个按钮真正的名字是这一串，你就可以请他写一个啊，请写一个 Python 程式连到这个网址，然后帮我按十下这个按钮，他就做得到。老师，刚懂的意思吗？你要他看不懂，他只能看懂这个，他看不懂开始查询是什么，所以你要告诉他这个网页上哪个按钮是他强调的按钮。好，我只能讲到这里，后面不能再讲。我还讲一乖啊。老师，你可以拒绝，因为你只是查询而已。对，我这个 OK， 这个是才对，很容易啊，这个就真的会让你一直按十下这样子而已，也不能干嘛，哦，也不能干嘛，但是实际上就这么做，你只要看懂 HTML 后面那一段，它就有办法帮你按下那个键，因为那是一个 submit 而已，哦，那 ID 是那个 submit button， 对，就是一个 submit button， 所以它可以很容易的按下这个 submit 键。